此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？我把心锁置身大海之外，直到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七八三二三四五
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下面第五个八拍，向后走，左脚起，五搭二，三搭四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搭六，七打八，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这支舞蹈呢需要有一些爵士的基本功学习啊，动作比较多，爵士的基本功运用的比较多哈。准备第二组是九八拍加四拍，第二组准备五两七八，左脚起向前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走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五个八拍向前走，左脚起走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九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四拍打开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二三四。好，下面第三组间奏四个八拍前后，好，重复的准备，五两七八，左脚起，爵士走位向前走，一二三四转胯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脚向后退，三二三四转胯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下面最后一部分收尾部分，两个八拍，准备五两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舞蹈瞬间结束，舞蹈动作有点多，好，加油。